吹牛逼是穷人变有钱的唯一机会，所有白手起家的有钱人第一桶金都是靠吹牛逼赚来的，没有例外。难道就不能以诚待人，老老实实做生意吗？不能。你见过哪个老实人有钱的？不会吹牛逼就挣不到钱，因为不会吹牛逼，你连一个合作的机会都拿不到。第一次给病人